最近，骄阳伴我这部电视剧有了新的进展。剧中，肖战饰演的角色盛阳为了安抚甲方，解决公司遇到的问题，被组长算计，成为背锅对象。新剧中，广告摊位发生事故后，组长作为部门主管负责人，在没有调查事件原因的情况下，将责任推卸给了下属，没有进行调查，也没有询问原因，就直接定性为设计问题。 他利用舆论的力量迫使老板解雇了盛阳，全公司都知道盛阳其实是替罪羊，这样的算计让观众非常愤怒。骄阳伴我真是还原了职场生态，而盛阳作为一名普通员工，他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观众不再把他仅仅视为角色，而是视为非常熟悉的朋友，甚至是我们自己。我看到网友评论说肖战的演技并不狡猾，表现得很自然。 我想是这样，发生事故后，正常人首先会问是公出了什么问题，而不是直接说是设计问题，生怕抢走了设计部门的责任。本来我并不想分析这个项目事故的细节，我以为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比赛。盛阳这个倒霉蛋只能承认自己倒霉了，开始人生新的篇章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一大早就有这么多道德捍卫者对受害者进行审判。 这让我很兴奋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此次事故的争议点在于盛阳当时是否在现场。其实没关系，因为无论他是否在现场，他只会被告知平台倒塌了，而不是亲眼目睹倒塌。问题出在原本没有粉丝上台的环节，问题不是搭建有问题，而是设计师没有考虑到需要30多人上台。这并不是盛阳没有考虑到，而是甲方的预算有限。 设计是根据需求而定的，设计师不会说，虽然你不需要30多人上台，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设计这样超预算的设计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但王组长欺骗了上级，没有告诉盛阳品牌活动会有粉丝参加，最终导致舞台超载发生事故。我不喜欢从上帝的角度看事情，设计方案得到了组长的批准，没有人告诉盛阳舞台上会有粉丝。 盛阳被抛弃的最大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他是事故的主要原因，而是因为他是负责人将军，是最能承担责任的人，能够安抚甲方解决公司的问题。从责任上来说，组长的责任比盛阳更大，因为盛阳不是负责人的老板，他只负责设计。在一个项目活动中，通常有活动策划的负责人、执行的负责人和搭建的负责人，职责分工明确，出现问题应联系相应人员。 但组长不断向甲方强调盛阳是负责人将军，并表示他对一切负责。再加上老王的人脉，盛阳注定是要背锅的。他是对还是错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支持你的人。虽然盛阳并不是事故的始作俑者，但最终的罪魁祸首却是他。那么大家都明白了吧？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利用所谓受害人有罪论，从上帝视角推断因果关系。 歪曲事实的网友们的想法，这是组长为盛阳设置的死胡同，也是一些人想要针对肖战的原因。就像2020年一样，这些熟悉的话虽然不是肖战的错，但却需要肖战来承担。这不是盛阳的责任，但是盛阳需要承担责任。其他人可能会说这是粉丝行为，需要劝阻。到了肖战身上，就变成了粉丝的行为，肖战必须承担后果。 这究竟是谁的阴谋？目标是谁？谁能逃脱？这部剧的剧情如此清晰地展现了职场小人的算计。任何问题，为什么有人会针对肖战？这是一个悬念，让我们继续关注剧情的发展。我们期待看到真相被揭露，正义为主人公家族伸张。